要是你敢伸舌头，或者是害我吃到你一滴口水，你就死定了！哇！怎样了？变态啊！色的。不过，你把你的名牌衬衫借给我。 新郎，你可以吻新娘了。我知道你的吻是要留给真心爱你的人。 抱歉了。要是你敢伸舌头，或者是害我吃到你一滴口水，你就死定了。妈跟你说，我忘了告诉你了，你那个行李里面哦，妈哦，有跟你换了，妈。 社区你已经讲过了啦，怎么啦？啊，一直有件事情，妈忘了跟你讲了。你那个行李里面哦，妈有跟你换那个。妈，好啦，我知道啦，再见。如果我再不关机哦，真的快要被你烦死了啦。做妈妈的第一次嫁女儿都这样。 我姐那时候结婚的时候，我爸妈更夸张。哇！怎样了？我妈怎么会把我的睡衣换成这种样子的啦？什么意思啊？哎！这件衣服很漂亮。你不准看，不准看！你不要痴心妄想了。痴心妄想什么啊？ 我没有哦，你还敢说你没有？你刚刚还在那里说哇哦，还蛮漂亮的嘛，变态啊，色的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先讲，我真的没有，然后我不再说了 ，OK。 哎，嗯，你借一件你的衬衫给我好不好？啊？你快去啦！ 就暂时当我一个晚上的睡衣吧。不过，你把你的名牌衬衫借给我，你会不会觉得很心疼啊？哎呀，不会啊。哎，讲话的是嘴巴，嘴巴在这里，你看哪里？ 奶奶，你在那里做什么啊？奶奶，啊哈，哎呀呀，我那个晒棉被呀、啊，<笑>晒棉被，大半夜的晒什么棉被啊？你快回去休息吧。不是你不懂，就是要半夜把棉被挂起来，然后明天早上太阳一出来，第一道阳光照到棉被上啊。 很吉利，吉利，奶奶啊，不用担心，我来帮你跑吉利，你赶快回去休息吧。可是妈妈还没弄好啊。你姐会帮我的，晚安哈。奶奶，奶奶好夸张的，奶奶真的夸张的好可爱哦。对啊。 老婆啊，你可不可以让我开着灯啊？什么东西啊？
好啊，那准备好我关灯了。啊！老公，你慢慢来，我会害羞。好，我演下去还要演多久啊？哦，大概要演一年吧。也对。开玩笑，你干嘛？这样子啊，奶奶她晚上会一直来好几次。真的假的？我呢，只要这样子就 OK 了，放心吧。你堂堂一个有钱公子哥，要你睡地上，会不会太委屈啊？不会啊，你能帮我啊，我就超感激的。难不成要你睡地上？那我睡了。晚安。哦，你的床怎么这么硬啊？哎，硬的床才好，好不好？而且又天然又健康。你为什么睡在我的床上？是不是你的床？这是我的房间，我的床哎。对啊，昨天我们已经结婚了。对。哎，谁准你进去睡的？我靠！我们不是都已经说好了吗？是我睡床上，你睡地上。啊，对哦。奇怪。哦，我想起来了啦，昨天半夜我起床上厕所，忘记你在床上，所以我就睡上来了。哎。你确定你昨天晚上睡上来之后都没有做什么事情哈？好像还有抱。抱？开玩笑！谁准你很变态？来吧，我抱枕头。这样哦，抱枕头睡觉是我的习惯。谁知道你说的是真还是假？我看以后我要在这个房间里面装监视器，监视你的一切。好啊，你去装啊，省得被你误杀。你怎么了？一下睡地上，一下睡床上，腰酸背痛啊！啊！柯海翔，你干嘛啦？我啊，换衣服啊。我们不是说好了，你不可以在我面前换衣服吗？哎，只是上衣而已。不行啦。好，好，好，那以后我连换袜子都去厕所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你要去哪里？换衣服。再加一条，以后早上厕所我先。